救命啊，有没有人啦、啊、救命啊，哎呦救命啊，哎美女，大哥怎么了？这个刚才不小心这个在肩膀上杆掉下来压到脚，哎呦压到腿，哎呦哎呦，别动，你小心一点，我是哎呀都动都不动、哎、好重啊，好重，怎么回事啊，你的腿也没有断了、哎呦断了，怎么那么哎呀起来起来，这不是听话嘴吗，起来起来起，哎呀看着听不听话，起来，哎呀转两圈转两圈，加固一下，行了，停，转回来，转回来。这个做老婆应该蛮不错的，还有个袋子，袋子以后做了老婆也要用到了，来拿回去去。背一个美女呀、啊，哎呦，难怪值不得啊！上次还在那里调戏我，这回我看怎么整回你！我跟你说，看我怎么整你！哎呀，不等我去情报站先。林啊，读什么口红啊？你这样读的跟那些桂南路那些都差不多了，你不要读这个。啊，进那个常客。什么桂南路、哎？有没有演过、啊？桂南路啊，我第一个去帮衬。哎呀，哎呦，你在说什么？爱什么美？要帮衬吗？爱什么美？干嘛呀？有什么好事、啊？这么高兴？桂南路，走吧。哎，桂南路，一个老不死。我跟你，最老是你，最坏是你。哎呀，老当益壮。你小心啊，你要卡在那里出不来。话就说，是啊。跟你们说个好消息，你有什么好消息？哎呀，刚才我看见那个半桶金啊，他不是还没有娶老婆吗？半桶金那王八蛋，那个屌毛干嘛？哎呦，我看他扛一个美女回家，还鬼鬼祟祟的扛回家关门去了。肯定你是看错了，那半桶金我了解的。是真的，我刚从他家门口走过来。哎呦，这太有好戏看哦，我想去看一下。说的像真的一样。哎呀，本来就是真的，我看这个真不真，老头子我懒得理你，我就不去了，我去桂南路走一走。你看你一天天就想桂南路，我亲眼看到就看到，我就不去了，我要去桂南路了啊！怎么不去了？快快快，快点走，快点！哎呦，好去看了，在哪里？你又说你不相信，我跟你们说哈，我就不进去了。怎么不去？看一下。我不去了，等一下他那个大坏蛋，等一下他又报复我。你原来真的是骗我们的。你们自己到了门口，你进去就知道我有没有骗你们。你们进去吧，我先回家了。哎呀，怕什么？进去看一下。妞啊，先把你绑好先啦。虽然你以后就是我老婆了，但是小心驶得万年船嘛，毕竟。哎呀，我让我仔细看看啊。这头发不香，这小手，哎呀，大长腿呀、啊，哎呀，真是标准啊！不过搞一下去，哎呀，算了，先去煮饭，吃饱喝足。哎呀！你干什么？玩这个？哎呀，你这个半天，这个姿势，真的找了一个美女。管你什么事，走开走开，摆这个姿势摆的那么好。哎、这是我老婆，走开走开。来，你老婆哪里来的老婆啊？你别管。你这个金龟头哪里来的艳福啊？哎呀，你这个啊，你这臭花瓶，走开。这个姿势摆得好啊，不要动，有眼光吗你哦？不要动我老婆。走，你老婆干什么不行啊？哎呀，你老婆真的是。你们玩的什么游戏？哎，玩什么游戏？放开我！你们玩什么游戏啊？别动，放开我。哎呀！放开我！看看你们。啊！我怎么在这里啊？哎呀，你怎么打老婆？你还说你怎么在这里？我不是打老婆。那是什么？不是我老婆。那是什么？我想起来了，我刚本来就逛街的。
干嘛？你让他们说吧，那你说什么？关你什么事？我本来去逛街的，可是那跟别说了，那边那个村口那个大榕树那里拿那个木头压住脚，我以为他真压着脚，我过去喷，过去帮他。他一下子就不知道拿什么东西喷我，我就不知道了。是不是这样子？但是我怎么我们两夫妻怎么搞都可以的。我不是他老婆，我不要。我们夫妻，你这么话把人家拐回来。哎呦，是不是这个？来，是不是这个？救救我！救救我！是不是这个？这是我们夫妻之间的事，不关他的事，不关你们的事，你们最好给我走开。已经帮我抓的，他是坏人。坏什么人？我来试一下。我哪里试试什么坏人？这就是你的不对啦，干这种事。你看，你们拿这个听话水好像听说可以听话的。这个听话水哪里来的？是给那些我有个表弟是刀疤山的手下。哎呦，妈妈你给的，那你是不是你喷晕这个美女的？他我蹲点他好久了，想要他做我老婆。真的是干这种事情的。哎呀，这个林大炮，你干嘛？干嘛？他是你们一个村的吗？啊。那他这么坏你们不知道吗？不知道啊。哎呀，你们都是自己玩的，没人跟他玩的。你们没多管闲事。你们怎么知道？不然我叫我表弟来。我们都不要去看到他背的长舌妇啊。他说这个屌毛在这看美女回来搞油气。他说我去看。你怎么那么坏？我好心救你，你撞我，你蹲点我，你怎么知道我从那里每天从那里过？我了解过了，我要你做我老婆不香吗？真是的，你做我老婆吧。哎，你们也下来啊！谁做你老婆？谁又做你老婆？谁又做你老婆？你是拐卖已经犯法了，你知道吗？对，很重要，你愿意就不犯法，要不要？我愿意，你妹，愿意。美女她没老婆，你嫁给她也行。是啊，你嫁给她。总算说了好话了。啊，他是人贩子，他是犯法的，知道没有？他是用不择手段的事。这种人如果让他继续逍遥法外的话，那下个目标可能是你也说不定。他有老公的啦，败坏我们，他敢做，败坏我们村的名声。美女，你嫁给我，我拉猪狼养你。你干个多少次？我拉猪狼养你。干个多少次？喷他就知道了，才两三次。实话说，几次？说实话，你干个几次？五六次。之前那些拐卖，那些都。提供给我表弟给高发山了。哎呦，真的是人贩子，这个平时都不跟我们一起玩了，就是知道是我们村里的人。为什么不跟我们玩？你懂不懂？自己玩的。他跟你们玩不容易暴露他的身份，谢谢你们了、啊，要不是你们，那现在这个就要送到派出所。派出所，一定要送吗？留给法律。谢谢你们了、啊。走。不，他有个老妈子。那有老妈也不能，他犯法了就是犯法。老妈打算去申报村委吧，让他去养老院吧。你看，那有老妈也不能犯法。谢谢你们啊！走，走，谢谢你们。你家是哪里的？哎，你们家我去哪里？哎，我不要这么一种啊！哎呀！